乞食就是向人乞吃的食物。比丘又名乞食，佛治比丘为资色身，乞食于人，清净自活，是为正命。若自作种种生业而活，称为邪命。僧人乞食，一为福利众生，二为折服我慢，三为知身有苦，四为除去执着。楞严经云，我教比丘寻方乞食，令其舍贪，成菩提道。善见论曰，三乘圣人悉皆乞食。佛说十二头陀经云，僧人在寂静处修行，身心清净，行持头陀法共有十二支，一者在阿兰若处。二者常行乞食，三者次第乞食，四者受意识法，五者节量食，六者中后不得饮浆，七者着毕那衣，八者淡三衣，九者种间住，十者树下止，十一者陆地坐，十二者但坐不卧。常乞食是四依法之一，常乞食，粪扫衣，树下坐，腐烂药，四依法是佛对比丘宣讲的基本生活方式，而其他的戒条是在比丘犯戒后，佛召集僧众治戒。从佛治戒的方式来看，可知四依法的重要，它关系着整个佛教的命脉。以上都是出家人正命的生存方式，而出家人有四种生存的方式会阻碍涅槃，是佛制所不允许的，被称之为四种邪命。四种邪命的生活方式，大智度论云，凡耕种田地，和合汤药是下口食，下口指脸部低下之意。凡占星观相看风水等是仰口食，仰口指仰脸抬头仰观星宿等。凡勾结势力经商盈利买卖为生是方口食，方口指脸朝四面张望，取媚显贵通事于四方等。凡咒术仙药算命占卜是围口食，围也即四围，指东南西南西北东北，四围口指脸朝四围张望。这些非法的活命方式被外道邪魔所利用，充斥着佛门，横行世间。邪法的盛行勾动着人心贪嗔痴的增长，邪知邪见毁坏众生的慧命，像乌云蒙蔽着光明。由赚钱为目的引发的旅游和商业行为，等同于邪命里的方口食。例如以各种名义收取钱财，借口做所谓的佛事而巧立名目收费，
贩卖佛像、经书等等。这些贩卖佛法、毁坏戒律的邪命生活，以盲引盲，除了满足贪欲和虚假的精神寄托之外，不会给出钱和收钱的双方带来真正的利益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迷信邪术打着佛法的旗号蒙骗世人，如在寺院设立俗人牌位，摆放骨灰盒，借此收取钱财，抽签。算命。供外道。烧替身。打表生疏。画符。买卖纸钱等等。邪命的生活不会引向涅槃，而是相反的罪业。假借佛教的名义行堕落的邪法，必将长劫受苦。比丘不应堕落到这四种不净时的活命方式之中，应清净起时生活。虽然对在家的人来说，种地经商是正当的行为，但占卜等即使对在家的人来说也不是正业，何况是出家人。比丘是人天表率，应尊贵的乞食自活。重置毗尼释义集要序中，有人问寿昌禅师，佛制比丘不得掘土损伤草木，为什么有的僧人还自耕自种收获为生？禅师答说，我等只是领悟佛心，传祖师意，应机点化，令人识得心性而已。如果以正法来衡量，只配称为剃发居士，如何当得起比丘的名号？又问，如果现在有能如法行持比丘戒律者，您怎么看待他呢？寿昌禅师答说，设使国有此人，当敬如佛，待以施礼。这代表了一个出家修行者对持戒的态度。佛对迦摄尊者说，比丘安守于这誓言，我依乞食而出家，我坚守出家时的誓言。乞食应知静候。如果有人想布施，自己去外面购食供养，可以在院内或门外稍候，应收摄目光，不可左右观看，或稍退半步，侧身垂目而立，威仪自生。在主人回屋拿饭时，应两目下垂，静静站立，以威仪来摄受众生。跟我们俩一人一块儿就行。我这成了，不不不用了，好，给他钱。有弦子吧？有弦子吧？有弦有蒜吗？没有蒜。没有蒜，有弦嘎子中。啊，行，可以，阿弥陀佛。早上没吃饭，就这个。这里边有鸡蛋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们也是买的。知道了那个。咱们出家人不用鸡蛋的，不吃鸡蛋。这个就不知道了。
只要是素的就可以的。吃什么能吃？我们那个只是那出家人是吃素食的。这可不知道啊。我就给摘两个柿子吧。阿弥陀佛。你姓裴。啊。干啥的？就是放水。我们家出家也路过这，就是一种修行方式。每年都得到外面去起死生活，要饭吃，来锻炼自己，就给大伙儿种草鞋。你从哪儿的？海城。海城的呀。海城。这是乱的，没关系。烂的给我吧。都是不好。那个不好。都是不好的。不好的给我。这还有一点点。好，没关系。他们都给他。跟他做吧。过路的出家人，他起点食物。给点吃的，如主人不表态，可等待一会儿，给对方观察的时间。你照那个啊，出家人搁这过，中午起点食物，你要是吃的有剩的也行。看方不方便，不方便就算，要方便你。有食物吗？啊？有吃的吗？有吃的吗？嗯，我们要点吃的。嗯。嗯。剩的也行。嗯，等一会儿。哎。早上没吃饭呢。我们一天一顿饭。我们家早上吃饭了，都上山了。我们就一顿饭，就凑合吃饭。你一天一顿饭？一天一顿。出门就够的。好。一人吃一个吧。好。那个。你要的吗？那放这里得了。啊？我替。放那扭仨吃吧，一人一个。好。这夜上整的，今早腾的就剩仨。哦。嗯。好。没有大王，这边他也没有，别想。这不像人又吃素，没啥。如果对方明确拿出食物布施，哪怕是扔在地上或在口里吃过的，也要接受。其实就是要降服我慢。如被辱骂，应视为考验，灭除慢心。其实有十种利益，其中之一就是行持破除骄慢的法。所有的维生方式中，起是最低下的。自己观察，若起了慢心，应立即灭除它。家人路过这儿，想起点食物。没有解释，我怎么给你？他没吃。虽然说是乞食，却永远用一颗不攀缘的心，为法而做。即使主人没有布施食物，也能得到另一种法。啥？吃的。吃的馒头啊，米饭都快。这这馍拽馍就快，那早就剩的。我孩子丢了回来。出家人搁这给我提点吃的，是不是？要点吃的。吃的。我一个都没走开。出家人路过，起点食物。
如始终不给，可平静地离去。如果遇到打骂推搡的，可默默回避。出家人隔个过，七天斋饭。那我啥玩意儿？不能用语言说你给我吃的，给你种福田等等，但如果主人表示家里有病难不幸而无暇布施，这时可以解说布施三宝的功德。在难处时，只有佛法僧是真正救苦救难，应当礼拜与布施来化解，化大为小，化小为了，一切转吉祥，食物不在多少，心诚则应。若遇施主因家中有丧事而苦恼，则应该劝解布施三宝可以助亡者早日超拔苦海，离苦得乐，此事无畏事。出家人隔着过，要点吃的有没有？没吃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真好。哎，出家人隔着过，要点吃的有没有？哎呀。啊。真好。哎。我今天起来煮了一点饭呢，都吃了。都吃了。这真太对不起了。你有别的也行。什么都、啊、什么都行，你咸菜也行，咸菜哎也行，你只能布施一口给你种。我呀、啊、老伴也有病，我也有病，我犯了难做好难了，太难了。是，所以我看你难我才这么说的。我这太难了。啊，行，脑血栓是我的脑血栓。哦哦，二年了啊、哦，好。那那么地，哎，张老，好好，阿弥陀佛。起时应知，遮止处。起时前，首先要观察村落是否适合起时，附近应有适合过斋的林地、旷野，主人同意使用的田地。或公共用地等，以便存放背包及过斋。有危难、水火、战争、刀兵、外道场所等处，均不宜前往。僧团集体起食时，太小的村落，人家稀少，也不适合。前面村子够大。那个村子小，前面的过程好像有。准备起食，由居士在休息地点看护行李，没有居士时，由沙弥来完成。来，那个这是水，这是八宝粥，没问题的。谢谢请慢。这个有，应该是的，素的，应该没事吧？这糖没事吧？木汤纯没有，木汤纯吃好，这些水呢？啊，稍等一会儿，给你们拿两本那个护士纸。回那个村子行。前后的能坐。有五处地方不能起食。一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，一味游乐，能乱禅定。二，妓院等色情场所，行为不洁，名声不正，色欲是最障碍修道的。三，烟酒荤腥之场所，山臭昏醉，颠倒迷乱，能引起罪业，产生过失。
寺、王宫等军政部门门禁严肃，不可随意前往。五、屠宰养殖等场所杀心甚大，恼害众生，凡目睹者皆有伤慈悲之心，最破坏善法。比丘起时，这五种地方均不可以前往。起食时如遇施主为女人，不说不布施，也不说布施，只是忙着自己的事，应及时离去。起食时来到门前，主人已知，提前故意将外门关闭，应不起。门上挂红布条之类祭物，这是产房做法或其他原因忌人来，应不起。起食时遇主人只管问东问西，并没有布施之意，应数语及时离去，应不起。阿弥陀佛，我是出家人，吃点食物。为什么出家人吃点食物就是要点能吃的东西？哎，过过路开了，你说开鬼打路开的，哎，都是你话想好了，啊，都是想好了，过光路开了，咱是能吃的东西就可以，就只要不带混油的就行。大中的饭还没吃了，下楼去只要给你俩过挂的。好啊，没这一过光路就回了。你记起吧，再给他们吧，我到时候也笑话你。起食时回避外道场所和家庭，谨慎给予种福田的机会，以免诽谤佛法，并以此树立正信。就是啊，那么们修佛的了，那么们修佛的了，我用不去吧，我啊，你们去吧，万一我个死老人幸福的了。都有什么？我信耶稣。信耶稣。若非菩萨具足定慧力，能破外道，凡夫与之接触，难免邪见存留，防损善根正念。发现是信外道的家庭后，应转身离去。但若观其有善意，乐于布施，可接受并适当教化。凡以上遮止处，起时所不应往，但如果他们主动送来供养，是可以接受的。啊，这样可以。不行，去一遍你吧。不是，麻烦你给我们三个人分一些，就是天津不是你给放到这里就行。哦，天津分的。嗯，这是这样，快去呢。没事，你直接往里放就行。你放玻璃吧。这不给你，还就给你吧。我再不去谁一块都进来不？我对娘再不去谁一块。阿弥陀佛，祝你吉祥如意啊！我们又不信念佛，我们是信天主，就背那么多。我们出家人啊，我们是天主教，那个我们是念经的，天主教是的。我们只吃点食物。哦，你进去看看，他是挂那个圣牌那个像。由于上一家女施主的善因缘，而且主起的是上座比丘，具备定力，在观其因缘后可以适当起食。比丘带领着沙弥沿途次第寻起。这位老人邀请僧人上他家应供。
由于善的因缘感召这家在此布施。2009年，行脚走到山西境内，临近五台山，佛教千百年的熏陶教化，源远流长，不可磨灭，慈悲普度，净化人心。行脚僧团的油画撒下头陀横正法的种子，激励着当地学佛向善之人。四众弟子共演正法的篇章。你不要，哥哥他还有点都有吧？啊，行，这可以。要给那个籽儿吧。好，可以，可以。给他挖那个籽儿吧。可怜家哎，这是都够的。好。啊，主要是吃的，给两个籽儿吧。给我们三人份啊，一人来点。啊，两个吃是没个给吃的。给，先给我来一点，先给我补点。哎呀，也有米了嘛。好，三个老一老些。哎，再给他一点。三个人了，再对。哎呀，让西家哎，这来都有嘛。好，祝你吉祥如意。哎。哎，哥哥，不，吃点食物。要点吃的有没有？哦，我给求个馒头。可以。一让也给了三个的。不要紧，多少不算，一个也行。你是哪的？辽宁，海城。辽宁的哦。哎，可怜。就给我们点，我们回去吃就行。还是行。啊，给我们一人一个就行。给他们一人一个。给手拿行。你给他拿出来一人一个。一个人一个。哎，好了，这个。再给他一人一个，哎。好，哎，好，给过来，就那个，再给他。这个没拿，我给这箱子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就够了。行了。他不吃的，给他们要的。祝你吉祥如意。好。哎，都溜过来了，今儿没车就撂下车去，回太原呀。你信佛一会儿过去，求点书，求点碟都有。那溜过走了，没我就没车的，撂下就走呀。撂下走了。好，我们就基本。好，祝你吉祥如意。一会儿你们过去求点书吧。啊，对对对，佛教书。佛教书。啊，不少，佛教书呢。啊，是。那个分一下就可以了。是啊，下分。哎，嗯。好。好，吉祥啊。啊。
好，这也可以了。这可以了。好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那吉祥哈。阿弥陀佛。哎，去吃了吧。嗯。老佛不准给妈妈给的，给到84了。好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是我分的。好好，放在他那里。啊，不管做完哥，这给你们乱佛了，你们吃到了。阿弥陀佛。好，要吉祥。阿弥陀佛，你不要就是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给你们一人一个啊。嗯，来。啊，会会你们。来来，嗯，来。你们走走走，吃这些啊。和你们这就是转一转。嗯。边行脚。先穿这些啊。修行的一种方式。有时间再来啊。哦，对，有时间再来我们这儿啊。哦，对对对。时间有时间再来，不用不用，就是我的，没人了哦，就是我的。行脚起时能度化无量众生，通过僧人的行走与起时，能见到僧人的，能听闻僧人的，布施和不布施的，称赞的或不理解的僧人，愿他们都能得度，都能得到解脱。行脚起时的功德难以思议，难说难尽，为十方如来所护持和赞叹。